晚上好。Good evening。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我们《明月县令吉祥司》大型中秋晚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到场的尊贵嘉宾先入场就座，大家掌声欢迎。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a special guest for the evening. Please take your seat.这里是由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加拿大中文电视台、加拿大中华文化促进联合总会联合主办的明月千里吉祥司大型中秋晚会的直播现场。我们要在加拿大多伦多祝大家中秋快乐，中秋快乐。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NTV's 2016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broadcasting live from Toronto.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也是欢庆丰收的节日，同时呢也是我们合家团圆的喜庆日子。没错，我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主持人陈仲，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聚在今晚，一起提前迎中秋庆中秋。大家好，我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欣桐。每逢佳节啊，人们都会想到非常美好的事物，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儿相聚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聚会。那美妙的聚会啊，最离不开就是美食了。今天晚上我们有世界各地的小吃，大家可以一起在这里品美食，共度美妙时光。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Lawrence。 那么我们今天晚会啊，一定是离不开我们给我们大力赞助的赞助商了。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的是加拿大第一中文门户网站的约克论坛，他们向大家也是送上了非常诚挚的问候。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大家对约克论坛的一路伴陪与支持。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y。 在中秋这个传统的民族佳节呢，我们有美食、美酒和美景和你一起分享，共度美好时光。同时我们都要多谢所有的赞助商，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和你们携手并进，共创最好。T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a day to celebrate all of the harvest of the year. I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holiday to spend with your closest family. So 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being here tonight with the CNTV family. 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的莅临，我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娜娜。没错，非常欢迎各位。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的晚会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有请在座的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奏加拿大国歌，唱加拿大国歌。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Canadian National Anthem.谢谢我们的指挥张振国先生，也请大家就坐。Please be seated.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这场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晚会啊，是获得了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的 G20 杭州峰会，我们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在杭州正在参加啊，包括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那特鲁多总理呢，还对我们本场晚会特别发来的贺信。没错。另外呢，发来贺信的还有。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总领事薛冰先生，联邦国会议员谭根陈嘉诺，安省省长凯瑟琳韦恩，安省对外贸易厅厅长陈国志，多伦多市长庄德利以及万锦市市长薛家平等。是的，那同时出席今晚晚会的嘉宾还有联邦国会议员 Majid Jawari, 联邦国会议员 Ali Asasi, 联邦参议员胡子修，联邦国会议员陈嘉诺，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副领事王正，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侨务领事杨宝华 Surgeon Paul Chan of Diversity Unit， 约克区议员周丽，万锦市市议员何虎景，列治文山市市议员陈志辉， Concord 和 Thornhill North 议员 Sandra Young。 Rocco， welcome，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不光是有我们本地的这些艺术家，同时还有专程从我们台湾赶来的孟庭苇，还有女神了，对不对？那么当然呢，也有很精彩的美轮美奂的烟花表演了。啊，大家都很期待今晚的烟花表演，是不是？是，没错，一定了。那不光如此啊，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今天晚上有我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地产奥斯卡的颁奖晚宴，也将会在这儿隆重的举行。哇，没错，我们也会。对了，我们也会一起在这儿见证地产界精英的骄傲。嗱，而且今晚咧，北美最强音嘅冠军选手咧，同埋呢个世界华裔枫叶小姐大赛嘅冠军佳丽咧，亦都会精彩亮相噶。Of course, we have so much excitement performances happening tonight. We have our local performers, performers by Toronto's real estate superstars. We have the winners of CNTV's Best Voice of North America. The first ever CNTV's Miss Maple is also here. And of course, our Taiwanese celebrity singer, 孟庭苇 is also here tonight. 对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晚会一定是非常的精彩纷呈，没错，有明星的助阵啊，有烟花焰火的这个表演，非常值得大家期待。那么说到期待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本场晚会啊，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媒体同行啊，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支持啊，包括有北京电视台、河南卫视都专门发来了祝贺的视频，另外呢，有广州电视台以及星光卫视等呢，他们都积极的在国内啊，给我们来进行宣传啊、报道啊等等的活动，在此我们要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是的，不光有媒体朋友啊，同时还有非常多中国知名的演艺明星，比如像这个王杰石、春妮、李菁，包括陈伟健、包虎尔扎、刘慧等等，也都向晚会发来了他们的祝福视频。没错，真系要再一次多谢你哋啦。其实今晚除了有我们的品牌节目地产奥斯卡颁奖典礼、北美最强音的冠军选手和这个世界华裔枫叶小姐大赛的冠军佳丽之外，还有专程远道从台湾而来的情歌天后孟庭苇，亦都会带来她美妙的歌声的。没错，since the launch of CNTV, we've actually have been creating a lot of original television content as well, besides from hosting so many memorable events. So for our Canadian Chinese company, like our annual Overseas Chinese New Year Gala, from our CNTV's Best Voice of North America and CNTV's Miss Maple Beauty Pageant is also coming here tonight. And of course, we have had the stand-up comedian Mark Henry Roosevelt's amazing tour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Fundraising charity events also happened this year. So all of the events that I have just mentioned, including tonight's event, is aired live on Bell 733 and 73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成立三年多以来呢，一直致力于啊奉献最精彩、最优秀的节目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文化建设当中啊，还承接了非常多主办了大型的一些活动啊等等，可以说呢，形成了我们自己独有的品牌效应了。是的，比如说像咱们今年年初啊，我们的海外春晚就已经是连续三届了，而且也是创下了非常多的奇迹。比如说像我们的演员人数，还有在场观众的人数，都是创造了非常多的新高、新的记录哈。没错，那当然今年的五月份呢，阿尔伯塔的麦克莫里发生了森林的大火，我们的电视台呢也是第一时间动员了所有的员工，举办了一个赈灾的义演，筹得了大量的捐款来帮助我们的这些灾区的朋友们重建家园。同时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大山砍大山加美两地的巡演，也深受大家的欢迎。是的，当然还有我们另外两大的品牌栏目，首先呢就是北美最强音了。那么所有喜欢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参入到我们的北美最强音。同时呢，还有我们已经顺利成功举办的首届世界华语枫叶小姐大赛，也是顺利举办，非常的精彩。没错了，所以呢，这三年来呢，我们是一直致力于制作最优秀的节目，奉献给广大的电视机观众的。多谢你们。Thank you all for all the support and ongoing support that you have given CNTV Canada. Thank you very much.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贝尔733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贝尔730加拿大中文电视台来收看我们的全球同步直播的今晚的中秋晚会。好了，接下来呢就要正式拉开我们晚会节目演出的序幕了。没错，我们一起来欣赏，看到我们台后的这些演员们已经准备了半天了哈，一起来欣赏由维也纳艺术中心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大合唱《乡音难改情不变》。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our first performers from the Vienna Choir.La la la la
里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五处魂。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精彩的舞狮表演。接下来要有请我们尊贵的嘉宾，给我们的活龙活现的狮子来点睛。我们有请我们的尊贵的到场的现场嘉宾来，给五头狮子来点睛。好的，我们看到现在刚才五头狮子啊，刚才还是活灵活现的，是吧？现在呢，非常老实的趴在地上，没错，等的就是这一刻。是的，要通过我们的现场台上的这个嘉宾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营运部长麦嘉莲先生，对，也到了我们的现场啊，一起加入到我们点睛的队伍当中来。是的，我们点睛也是我们一个非常传统的文化来的。看看对了，这个在我们中华传统里面，舞狮啊是我们节日庆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错。这个点睛呢，你刚才也说了啊，是独特的一个这个环节。这个狮子啊，只有经过点睛之后呢，才能真正唤起它的这个神灵啊。是的，而且还必须要非常重要的 VIP 们。好，我们看到嘉宾正在准备手中的点睛之笔啊。好，看看我们嘉宾，好，最后还有我们的王震领事，大家手中都有没有笔了？点睛之笔都有了是不是？好，听我说，三二一，我们给狮子来点睛。点完睛之后的狮子呢，可以带给我们的点睛人吉祥和如意，同时呢，我相信也预示着我们今天的中秋晚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点睛嘉宾，谢谢你们，谢谢。好，我相信经过点睛之后的我们的台上的五头狮子马上就会变得活灵活现了。好了，我们先请我们的嘉宾先到台旁休息，到台侧。好的，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在台上的到场的这个尊贵的嘉宾，给我们做简短的中秋佳节的祝词，好不好？好的。好了，我们首先要有请到的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董事长、爱德华集团董事长、加拿大中华文化促进联合总会主席、英女皇勋章获得者、著名慈善家龚小华先生为大家来致辞，大家欢迎。亲爱的各位同胞、兄弟们，中秋大家好！在这阖家欢庆的时刻，我代表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加拿大中华文化促进联合总会，向今天晚上的所有的嘉宾和朋友们表示节日的问候。今天的日子非常特别，是我们加中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会。今天又是 G20 峰会的在中国召开，在此时机，我们很荣幸的和大家欢聚在中秋佳节的这个时刻，在这里，我代表所有的来宾和朋友们，向你们致以节日的问候，谢谢你们，谢谢。好，谢谢，谢谢龚小华先生。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刚刚赶到我们现场的联邦移民部长麦嘉莲先生为我们来致辞。我们欢迎 Mr. McCallion, our minister。Thank you.
大家好。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Edward Kung at CNTV. And to everybody, I would like to say, 中秋快乐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to all of you and your families from our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who right now is visiting China and having very good meetings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hip.And strengthening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I also visited China a couple of weeks ago,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greed to open 7 more visa application centers so we can have more visitors from China. So that is a very good thing because Chinese people and Canadian people are good friends. 中国人和加拿大人是好朋友。Woo! And now perhaps my parliamentary colleague, the Deputy House Leader, Arnold Chan, can also say a few words to you. 谢谢。谢谢麦嘉廉部长。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联邦国会议员陈嘉诺先生为我们致辞。Thank you so much, Joh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very warm introduc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a pleasure to join my colleague, the Honorable John McCallum, the Minister of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and all of my parliamentary colleagues from the government to extend our ver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Mr. Edward Kung and CNTV, the entire production team for tonight's incredible performance that you're all about to witness. It is incredible that just on your second anniversary of celebrat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at you can put such an incredible production. Congratulations,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any more in the years to come. 好的 thank you, Mr. Chen, 谢谢陈嘉诺议员。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王振副领事为大家致中秋致辞。啊，对不起，杨宝华，杨宝华侨务领事。啊，有请杨领事。Minister McCallum,Deputy Speaker Andrew Chen and dear councillors, 女士们、先生们、同胞们，大家晚上好。我很高兴代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代表薛冰总领事来参加今天晚上由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中秋文艺晚会。首先，我代表总领馆，预祝本次晚会取得圆满成功。我想通过刚刚开场的合唱，大家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今天我们这场晚会的水平将会非常的高。我们也希望多伦多的华人社区有更多的社团、更多的机构一起来努力，举办更多类似精彩的活动，来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来促进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来促进我们中加友谊。正如麦卡连部长刚刚提到的，特鲁多总理正在中国访问，他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很深入的、很富有成果的这个访问和谈话。我们相信，随着访问的结束，有很多关于中加交流的好消息，陆续会公布出来。我们加拿大的华人在加拿大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最后祝大家，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杨领事。接下来我们请杨领事身边的加拿大深圳商会的会长，也是给我们这次晚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的齐家詹丽琪齐家女士说两句。尊敬的龚小华台长，Dear Honorable John McCallum, Dear Councillors,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在中国的传统的节日当中，中秋节是欢庆丰收的节日，那么也是我们举家团圆、把酒赏月的喜庆的日子。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受邀出席今天晚上这样一个中秋晚会。那么在此呢，我谨代表加拿大深圳社团联合总会，向在座的各位来宾和所有的乡亲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谢谢。
我想这个今天这个孟庭苇的演出呢，也让我们今晚的演这个晚会更加的迷人和浪漫。在此呢，也非常的感谢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台前幕后所有的辛勤付出。祝愿大家中秋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家庭美满。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列治文山市的市议员陈志辉先生为大家来致辞，大家欢迎。谢谢你。Well,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Edward, Mr. Gong, for inviting me here. Of course, it's good to have the minister, John McCollum, as well as my colleague, longtime friend Arnold Chen, are the councillors and also counsel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would like to bring greetings from Richmond Hill and wish you all a very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请你允许我用完普通的普通话说，刚才我们的邻邦的部长说，中国人跟加拿大是好朋友，你们的鼓掌对不对？为什么我说你不鼓掌啊？中国人跟加拿大真的是好朋友吗？因为呢，就是我们的公台长去年已经举办了第一期的万人迎中秋，我在还没有来加拿大以前，人家说爱国的月亮特别亮，其实是真的。今天晚上就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环境底下，跟你在本地其他国家的地方的亲人一块连在一起，好像前几句说家人都是很美满，有个恭贺今天晚上的活动圆满的成功。谢谢。好的，再次谢谢陈志辉议员。下面要我们有请我们的美女议员，好不好？来自于万景市的市议员杨其清女士为我们来致辞，大家欢迎。Good evening. I'm so happy to be here this evening because Mid-Autumn Festiv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that Chinese people celebrate. And it is because of, there's a tradition and there's a story about like a 赏月赏鹅 赏月对对对 So it is really the time to celebrate and bring the family together. Recently, I was in Xiamen and I actually found my long lost family. So this is a great time, especially to celebrate Mid-Autumn Festival. That is how we bring the whole family together and we would have a nice family dinner and together and then we will...to admire the moon. So at the same time, the Moon Festival is also to celebrate the 1 year of hard work that we've done. It's almost like at the harvest time, it's the time to celebrate what we have done for the full year. So right here, I wanted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Thank you very much.好，再次谢谢杨其清议员。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他的同事啊，来自于同样是万景市的市议员何虎景先生为大家来致辞。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尊敬的二位公，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Honorable John McCollum, Honorable Arnold Chen, Fellow Councillors.Honor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so happy to be here celebrating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you all. And as everybody knows that Mid-Autumn Festival is a time to be together, to be happy. And here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我在这里了，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来自于 Concord Thornhill North 的议员Sandra Young Rocco 为我们来致辞。Thank you.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CCTV for inviting myself and my husband to be here with all of you to enjoy this Mid-Autumn Festival performance and showcasing. This is going to be such a wonderful thing to have all the families together, gather together and enjoy a wonderful show. So congratulations to CCTV. Thank you to everyone for coming and of course all the volunteers that are helping out to make sure that this event is another success. So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Thank you。好了，谢谢。最后我们再有请我们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副台长张瑞女士，简单的为我们说两句。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有这么多朋友相聚，真的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
作为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副台长呢，我们我在这里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员工对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嘉宾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为这场晚会精心准备的制作人员，我们的文艺团队，我们的社区以及所有的义工。那么在这里提早的给大家一个中秋的祝福，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各位。好的，谢谢张瑞女士。好了，最后呢，我们有两位我们的这个市议员陈志辉议员和我们的杨琪琪议员专门为我们这次晚会准备了贺词贺信啊，要把它献给我们的龚小华台长啊，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我们把两个贺信啊送给龚台长。好，让我们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刻，再次对他们两位市议员为我们这次晚会所做出的努力啊和支持表示感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Thank you。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尊贵的嘉宾，我们的麦嘉莲部长，谢谢我们到场的几位市议员以及来自于我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两位领事，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Thank you for coming， 也预祝我们的晚会可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大家很期待我们今天晚会的这个正式开始。其实呢，在今天的开场啊，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晚会呢有非常多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马上就要开始的呢，就是我们今天地产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了。是的，那 CNTV 啊，就是为了丰富我们海外华人的娱乐生活的。我们每年啊有非常多的大型品牌栏目，比如说像我们的海外春晚、北美最强音、世界华裔枫叶小姐以及地产奥斯卡等等。好了，那么说到这个地产奥斯卡呢，它不仅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品牌的栏目，而且呢这一次呢参加我们地产奥斯卡的所有的这个地产明星啊，为什么叫地产奥斯卡，就是有这个原因的，对不对？没错，就是我们本地乃至于我们全加拿大地产界的这个佼佼者，我们要给他们来举行这样的颁奖仪式。是的，他们也为我们的地产界啊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那我们的地产奥斯卡的获奖嘉宾呢，不仅可以成为我们天天地产的受邀节目嘉宾，及时宣传他们的房源，同时啊也会出动我们的转播车为他们个人打造量身定做的视频短片，同时啊在我们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进行播出。那么这个我们也会举行啊一年一度的地产奥斯卡的颁奖晚宴，今天是一个颁奖典礼，对不对？我们这个颁奖晚宴呢也会为获奖的嘉宾啊到时候再来现场的举行相关的一些仪式了，所以呢非常隆重，也是我们重金重磅打造的我们的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啊。是的，那今年我们一共有六位获奖的嘉宾，那马上呢我们也会逐一介绍，让他们一个个上台接受领奖。我们有六位的这个颁奖嘉宾啊，今天也会到现场为他们来颁出我们地产奥斯卡的这个大奖了哈。是的，非常值得期待。我们事不宜迟，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位到底是谁，我们很期待。对，第一位其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他有非常多的学位，被大家熟知的名字应该是房市行情预知土拨鼠，你知道他吗？哦，听这个名字好像经常能够在各大报章都看见他发表的这个专门的评论文章，对不对？对呀、啊。哎，有这个 Dr. Soul 的。对呀、啊，就是他，徐博士 Harry Xu、哦。好了，那我们就有请 Harry Xu 上台。好了，我们有请徐华飞博士。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短片了解一下。因专心专注而专业，因恒产恒心而恒业。地产专家徐博士，楼市行情土拨鼠，专注地产投资买卖，您首选的房产经纪。买卖成交更快，投资回报更高，专业实力更强。买房卖房，请徐博士帮忙，就是不一样。大多区地产专家徐华飞博士，欢迎社区大众问诊楼市行情，事宜解惑，评估房价，委托买卖。热线咨询电话：416-886-6608，416-886-6608。好了，我们先请徐华飞博士给我们做一个获奖感言，好不好？好的，来，作为第一位获得地产奥斯卡的第一位获奖者，你有什么感言呢？Thanks， 谢谢这个 CNTV， 也给我们颁这个地产奥斯卡的奖项，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新老客户，全球的新老客户，还有大敦多提出的社区大众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我本着一心一意为客户着想，千心千意为社区服务的精神，继续为大多区房地产经纪业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谢谢 Dr. Sold， 也希望啊你可以的像名字一样可以sold越来越多的房子，好不好？好，来，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到颁奖嘉宾了，我们看看今天颁奖嘉宾将是谁呢。好的，我们来有请，先有请这个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董事长龚晓华先生来上台为徐华辉博士来颁奖。好的，我们第一位的获奖者徐华辉博士，非常恭喜他。对，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徐华辉博士。好，接下来呢我们把剩下的五位获奖者一起都请到台上来，好不好？好的。我们要请出的第二位的地产奥斯卡的明星是谁呢？对，俗话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所以我们这个是一对搭档 Bonnie and Danny Wan。 哦，搭档组合大家都很熟悉吧，我们要有请 Bonnie 和 Danny Wan 上台来。好了，我们还有第三位的获奖嘉宾。第三位呢也是非常的厉害了，我们有请到的是新世界地产公司 Elvis Lee 李伟东。好，我们有请李伟东先生，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位的获奖的嘉宾，我们看见了 Bonnie 和 Danny 穿得非常的漂亮男士英俊潇洒，是不是？没错了。好了，我们看到英俊的李伟东先生。好，我们的另外的嘉宾也上来了， Javi AliJavi Ali 也是我们今天的地产明星，地产奥斯卡。Sarah 肖丹。好，肖丹，我知道他获得总统大奖，是不是？没错，地产总统大奖。其实这些都是地产界的精英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也一起到台上来，为我们今天的地产奥斯卡的获奖奥斯卡明星来颁奖，好不好？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呢，不仅还有奖杯，刚才看到了非常精致的奖杯，还有美酒作为这个礼品送给他们，是不是？是的。来，非常隆重，我们看到麦嘉莲，我们的移民部长亲自到台上来为他们来颁奖。好了，奖杯和我们的美酒一起送给我们的获奖的地产明星。你最熟悉我们的在台上的这个几位地产明星了，是不是？是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的地产奥斯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行业当中啊，业绩也是一路领先。其中呢，我都知道有几位啊，他们有自己创办自己的地产公司，是不是？啊，有的人呢，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啊，做得非常杰出，是吧？是。专门有卖豪宅的专家，是不是？没错。有的是。各方武艺啊，八百通武艺都精通。对，有的是连续27年获得一个奖，可见是他们在自己本身的业绩当中是非常厉害的。我不知道，好，我们看到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这个颁奖嘉宾，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的地产奥斯卡的获奖者，谢谢。其实呢，这个地产奥斯卡呢，今年已经进行到这个第二个年头了，没错，第二届了。哎，我不知道你在经过两届，去年啊，你也是专门参与了这个过程啊，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我觉得其实做地产啊，特别的不容易，尤其是我们所有的地产的精英们，我跟他们其实之前讲过，他们的时间非常的 flexible， 所以呢，因为这么 flexible 很灵活，所以很多啊放弃了自己休息啊，比如说度假啊，跟家人的时间，所以在此啊，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人呢也可以对地产行业的人们可以给他们最高的敬意，也希望他们可以为我们加拿大的房地产行情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请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晚会呢要正式拉开了，我好像这个话已经说了两遍了，对吧？前面已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大合唱献给大家，所以呢今天晚上的节目是精彩纷呈，高潮可以说是一轮接着一轮。没错，接下来呢要带来一段节目的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舞蹈，名字就叫做嫦娥奔月，非常贴近我们今天的现场。 是不是？对，边看月亮边看嫦娥。对了，表演者呢就是金孔雀舞蹈学校，我们一起来欣赏嫦娥奔月，掌声有请。
感谢我们金孔雀艺术舞蹈学校带来的精彩的演出。你知道这个嫦娥是我们中国传说中古典这个经典的美女，对不对？当然了，当然也是这个中秋的一个象征。其实 Lawrence 你知道吗，在网上、哎、尤其是在微信上呢，现在有很多就是有趣的测试，你可以测试一下自己是、哎、到底是哪一个美女、哦、还有这种测试是吗？是的，是的。那你测出来你是什么？我不是很明显吗？当然就是西施了。啊，西施啊，哎呀，不像吗？那你说是谁？哎，不许说是杨贵妃啊！没有了，没有了。那你看看我像是谁？我测试我是谁？你啊、嗯，我觉得你这个气质嘛，蛮像容嬷嬷的。容嬷嬷，没错。你这么说，你不怕我拿出根针来扎死你啊？啊 我错了，容嬷嬷，容嬷嬷饶命。没事没事，其实开玩笑啦、哎。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古代呢，还是现代也好，这个中国女性的美呢，都是有一件这个服装可以体现出来的。什么旗袍啦？对啊，是不是很还蛮聪明的，对吧？一定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想真的是成为我们中国古典美女的话，哎、你要认真的来观看一下接下来这个节目。我告诉你，我不仅要观看，我还要去定制一套旗袍嘞。嗯啊，对不对？好吧，我恭喜你，好吗？啊，没有了。好，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中国旗袍总会密西沙加分会为我们带来的嘉禾万事兴，掌声欢迎。Please welcome the performers of the Chinese Qingsem Association, Mississauga Division. 老祖宗留下一句话。
錯啦，今日 Cheryl 我知道啦，你仲有另外一個身份嘅，就係、是、一個舞蹈老師啦。咁我就想問啦，作為一個舞蹈老師，你最中意教邊一個年齡段嘅學生呢？是，其實作為一個舞蹈老師啊，我是都很喜歡教，那是肯定了。那對於成年人來說，我覺得跟他們教他們的話，可以跟他們成為朋友，我就很快樂。那對於小朋友來說的話，我覺得教他們也是非常快樂，因為可以看到他們的進步和成長，可以陪伴他們一同成長。咁我再問下你啦，如果俾一班平均年齡只有3歲半嘅小朋友你教，你會唔會覺得好有挑戰性咧？因為你知道啦，咁細嘅小朋友佢哋唔係好聽話噶嘛。係啦，3歲半的小朋友其實是很難管理的，很調皮，很愛動，所以我覺得對於老師來說啊，一定要超級有耐心才可以哦。嗱，咁睇嚟咧，跟住落嚟嚇，嚟自梅美舞蹈工作室嘅呢一班老師咧，就肯定非常之有耐性啦。因為跟住落嚟你見到啦，呢一班小朋友平均年齡只有3歲半。他们会带来的节目就是如果爱，有请有请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画画我，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画画我，抱抱我。妈妈总是对我说，爸爸妈妈最爱我，我却总是不明白爱是什么。爸爸总是对。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白小朋友们，可爱的小朋友们，非常感谢他们。你看这个冒花灯，他们一表演，我们整场的这个气氛就活跃起来，是不是？在台下都跳起来了，有没有？